过来，开过来了之后呢，然后我们会有专人来评估你的车辆的啊，宝子们。但是的话，明宇，你的车，你的这个 CD 四来置换的话，是绝对有置换补贴的，绝对有置换补贴的啊。杨子怎么穿睡衣？这不是睡衣，这是衣服很仙的，好不好？又换了一个波波巾啊，这是我们家的小号啊。哎呀，靠背，这是小号，你们懂个锤子？你们什么都不懂。欢迎大家，什么在抓狂啊？我可没有抓狂哎。我怎么会抓狂？通用五零什么？通用五零置换多少？不行啊，五零不能置换，啥也得五零置换呢？就不能买个凯迪拉克吗？对呀、啊，你不能搞一个那其他的吗？我们搞别克来置换也行 啊，或者我们搞个那啥，对吧？我们搞个那，哇，搞个大众呀啥的。我们这个是有一个，我们这里是有一个红包吗？是谁啊？谁送的红包？我现在手机卡住了。小贝，谢谢小贝，谢谢宝子。我手机卡住了，点不进波波间了。CT 五落地多少？CT 五的话，我们现在入门落地是26的啊，26可以谈。劳斯莱斯，你可以再买一辆小可爱。耶。欢迎大家，谢谢宝子的，谢谢小贝，谢谢小贝的红包 ，Thank you。挖机就不用开过来置换了，可能有点太可以。可以置换的，宝子们，咱就是说三个轮子，两个轮子不能来置换，为什么？不要问为什么，因为我试过了，我替大家试过了，三个轮两个轮的，我电动三轮车啥的，两轮脚踏都过来置换过，他们不仅不给我置换，把我赶出去了。欢迎大家。当时就说不让你出院，不听。欢迎人家，谢谢谢谢谢谢轮的墨镜，谢谢谢谢我榜一宝子。坦克可以置换吗？坦克应该可以考虑一下啊，应该可以哦。不太敢。我看行。行。CT 四落的 CT 五位的话，暂时我还没有得到通知。CT 四的话，我们现在入门落地的话是23左右的啊，23，全系都有现车的。谢谢英雄末路的加油呀！为什么要买车呢？那车的话，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有的宝子的话，对不对？就是说，比如说李瑶子没有钱，但是的话需要有个刚需的一个上下班用的，那需要买车，对不对？那还有呢，就是宝子们。有钱对不对？那每年都想开新车啊。嗯，对啊。对不对？不就要换一个小可爱吗？对，我们小可爱每年它都会有。对啊，一样的。欢迎大家啊！不，我这不叫拖鞋，我这是高跟。你们对拖鞋是有误解的，知道吗？我这是高跟鞋。老头乐可以置换吗？哎，算了算了，为什么不打车？主要是有的时候打车的话，有点麻烦，有的时候打不到车。比如说你。